队长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伙伴们，迷你世界你一定不知道的秘密。有时候队长穿着女装，伙伴们，很多人说他是女装大佬，但是有时候队长又是钢铁猛男的形象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在游戏中，如果你是男生，我们的右上角会显示一个男生的蓝色标志，对吧？如果你是一个可爱的女生，同样右上角有一个粉红色的向下的标志，它代表着女生。在迷你世界中还有着第三种标志，伙伴们，第三种标志代表着神秘人不愿意告诉我们的身份，对吧？伙伴们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种方法，利用这一组特殊的符号来区分迷你队长的身份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当我在游戏中找到迷你队长，伙伴们，你们看，队长这里的标志竟然是空白。可是你们看其他人的标志却是正常的，每个人的标志都显示了出来。例如小樱花是一个女生，小小熊二是一个男生，可是迷你队长的标志却神秘消失了。伙伴们，队长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？他不会是一个女生吧？